在历代 FF 作品都踏上重置之路后，当年销售量高达560万套的 Final Fantasy VIII 也在今年的 Gamescom 中释出了 Remastered 版的新影片咯。Final Fantasy VIII Remastered 是当年主打卡片和连接系统的八代强化版。这次除了将画面等级提升到 HD 水准之外，也为了只想看剧情或不想慢慢抽卡的玩家提供了许多便民的设计，例如将剧情加速3倍，全程不遇敌，甚至是直接入手全卡片和全道具等金手指般的功能，都直接在游戏当中启动，玩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选择是否启用。除此之外，游戏也大幅强化模组以及各项系统，对于当年八代的故事依然难以忘情的玩家们，不妨在9月3号的发售日一起重温旧梦吧。